Terlibat kami memberikan kepada saudara Indonesia.全国代表大会和改选今天登场，那正当大家都在聚焦林冠英身为秘书长最后一次致辞有什么亮点的时候，他在说到父亲林吉祥的贡献的时候，竟然在台上哭了。All the young leaders here who joined DAP because they were inspired by Lee Kit Siang, we want to thank him for all you have done.原来林冠英是在为父亲兼行动党元老的退休宣言铺路，为在座的党员和媒体记者抛下了震撼弹，而场面呢也瞬间从原本的激昂氛围转化成满满的不舍和感伤。宣布退休，我退出今天的中委会，同时我也不会在接下来的国会的主委会选举上阵。为实现马来西亚梦的斗争，我们必须持续自治大臣，而这个新的事业就交给你们了。林吉祥的一番话引起在场热烈掌声，更有不少的领袖马上送上拥抱，台下的公正党领袖旺杰也忍不住偷偷擦泪。虽然有关林吉祥要退休的传闻早在几天前就已经流传，身为儿子和行动党领导的林冠英表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男儿泪。我这是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那样的，哎呀，实在控制不住。基本上因为是林吉祥，你行动党才有今天，百感交集啦。一方面当然也认为说，哎呀，希望他也不必这样压力啊，我也是担心他的健康和身体，可是同样的时候也是知道他整个使命啊是在行动党，而且爱戴行动党，爱戴这个下一代。林冠英虽然身为林吉祥的家人和党领袖，但他坦言父亲一旦下了决定要退休，任谁挽留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而选在代表大会上宣布也是为了让政治生涯有始有终。有叫他是否要三思啦，不是单单我们家人这方面，还有其他的朋友，可是确实是他决定啦，知道林吉祥做决定就是很果断的。为什么他会选在今天呢？有头有尾嘛，开始的时候是被委任，过后现在是一个交代给所有的代表。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决定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休止符，那尽管党内的领袖和党员都早有耳闻，可是呢，当这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很多人依然感到不舍，甚至有党员不准林吉祥缩手不管行动党。我当下有点感动哦，有点一点点流眼泪哦，因为他对我们行动党贡献很大。很 surprise 啦，因为老大在我们心目中啊，他是我们的创党元老啊，因为有他，所以行动党今天才这样会壮大，我很感动啊。很意外，因为我们觉得他还年轻嘛，而且对我来讲，马上就95岁，还可以在政坛上，所以81岁。如果你问我嘞，真的是不适合在这个时候退下啦。Saya rasa begitu sedih tu. Kalau boleh selepas ni dia as a member dia boleh datang. Kami tak nak dia terus bersara. Kami tak bagi dia bersara. Selagi dia sorry ya, hidup dia kena datang. Sebab dia salah satu inspiration untuk saya tu.党员们必须要担心，行动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他心里面呢，应该是很有信心说，行动党已经有一班人可以接班了，可以继续他的斗争。